咱未是比较那个。来，我两拜，再拜，三拜。我两红手上苍之尊，有上帝三观在地。那不到底是我圣贤老弟要万下拜谢。那你听我告诉你，啊，这个十月十五日，玉皇那道安故宫，啊，各位圣王，告诉你可我鸟小一天，现在啊，你来客栈，啊，这成功成功可笑，会当舒服更上。咱台湾故乡，给顾客啊，这回当个丰盛满满，是否？啊，咱台湾故乡今年的回首啊，一直在当干事，对外顾问进入，一直台湾真正成就一年国宝产，甲平安是福袋，地球上苍是否拜？再拜，三拜。来，当时跟那个哦，你代表啥？我六百，再百，三百来千几台哈。伊原当时叫免跪啦吼，免人徛了啦吼。我拜托你吼，咱徛到清净一点点，吼，你要徛得清净来吼，要嘛咱那个啥，咱正气，咱正气啦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我顶头啊，你较清净啊，要不要徛啊？吼，反正反正啊，你啊，你那个，拍摄啊，我要求拍摄。来，我两拜，再拜，三拜，我两奉敬，台湾公务局勤奉，啊，来敬祝各位秀王秀王夫人，家父万岁，家父万岁，天上七宝如流，诸神如流，也是属性天下牌。今日天恩加祝你。各位兄弟，你这次我国将天主奉新王啊，中间给主科国表下定提案意见。现在啊，未来呢，大王公明，咱破晓，咱大王国将会当成功破晓，是否更强？啊，现在啊，在咱目前是咱中大。刘中行，罗素我一点，吴中大刘龙海，刘明龙一点，邓志初先，啊李世荣一点，像当时中干事陈世元，一点咱啊这聚会，咱是将陈庆杰、邓树杰、刘新杰。高如英、刘永泰、陈志忠、谢峰元、张义武、陈金条、陈良生、谢振义、李清文、李庆峰、李福秋、刘永才、刘永忠、温安清发、蔡坤贤、吴桂顺和、温高莹。老水李吉兰、陈永年、陈江夫、陈志明、陈志明、蔡文水、谢坤秋、刘国才、刘庆发、方庆荣、陈世道、李宏伟、陈安，一直啊，当时长郭忠贤，副当时长郭龙。刘英龙、邓主席、李世荣、罗素、罗玉田，一直像当时中干事、当时官，一直像副总干事，一直
的罗小空灵四十度在半流血，现在俺在新宫破脚之后干什么来哟？哇！来拜，再拜，三拜加十哟。进行贴钉以前，来来，好来，来来来，出来。